如果明天前陨石降临，明知逃不掉注定丧生，世界破陷，天空灰暗，我最期望谁来慰问？爸爸妈妈、朋友或爱人，耶稣、佛祖、神有没有份？我过去总未及抽空关注至亲，求神护荫，为了开心。二十世纪。出生繁华盛世，怎么竟不会抗拒被吻？从不愿意细致的对待人，为何又要父母操心？二十世纪越大越怕为情牺牲，祈求被爱，偏偏竟封闭对镜自困，从不习惯。看地震。